金会计。康平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哎，刚才那个开小本车的人是谁呀？小康，你来的正好。出什么事儿？许老板被人绑架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就要把赎金交给他们。你为啥不报警啊？他电话里面说了不能报警。快快快，赶快上车，我们先跟上他。好。你小心一点。放心，我看到往什么地方跑。人怎么样？人在里边，情况还不清楚。医生，人怎么样了？人？什么人？哦，里面做手术的人。你是家属？嗯，我是警察。华队，什么人发现的？过路的两个司机。受害人的情况怎么样？受的是枪伤，人已经送到市医院，流转已经过去了。说话。喂，何队，我是刘爽。你现在在医院？对，我刚到。那受害人的情况呢？手术刚做完，大夫说伤势很严重。人现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哦，对了，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一张大兴酒厂的出勤卡，这个人叫康平。刘爽，我告诉你，受害人的身边一定要有人死守，对，不能离开人。发现一弹壳，五四弹壳。嗯。老板，谁的电话？又出事了。出事？出什么事了？刚才我们说那个康平，被人给害了。康平？他死了？他怎么死的？电话里面说他正被送往医院。是死是活，现在还不知道。哦，警察已经到厂子来了。警察到厂子里了？刚刚到的。老板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要再拖了，赶快报案吧。不，马上报案。你去帮我办一下啊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放心吧，啊。Thank you.
知道是什么人做的吗？不知道。老板说你们刚才了解的那个康平参与了这个事情。康平参与了绑架？那你们老板被绑匪绑了3天，你们居然也不报案？你不知道这2天真是把人吓坏了。老板电话里面讲不能报案，说报案就是害他。我们厂里几个人商量，怕老板有危险，就没有报案。交给绑匪多少钱？70万。什么时候交的？昨天下午。昨天下午？谁去交的？开车的人是什么人？戴个墨镜，我不认识。是谁让你去交的钱？是许老板电话里面叫我这样做的。他们开着你老板的车，那车呢？不知道，到现在都还没找到。我交了钱以后，那个康平就跟在后面。我当时就告诉他，老板可能被绑架了，他还叫我上他的车去追。你快开车呀！他们都已经跑远了。这什么破车嘛，这时候坏。走，到您徐老板那儿去。在这3天里，你有没有见过他们的样子？没有。他们都戴着面罩。以前我在电影里看见过，还觉得挺好玩，没想到遇到我头上了。
许明，你真是历经风雨，花痴心不改呀。你说，那个女的是什么时候走的？我睡得糊里糊涂的，我也不知道她啥时候走的。许明，你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是由我操办的吧？没想到，没想到。你也不要觉得有什么想不通的。要是说起来的话，这些事情全是由李造成的，你承不承认？我？你睁眼看着我干什么？我金巧巧为了你打过两次胎，我把我所有的情感都给了你，你是怎样对我的？你耍我，你把我对你的情感当成儿戏，你对我说的话只是空口的承诺。你说说看，你说的那些承诺哪一个兑现过？所以说，我现在是在帮你，是在帮你兑现你的承诺。知道吗？知道。什么地方？我知道了，我现在赶过去。他们俩在徐明家。苏隐和康平，这本来就不关他们的事，他们自己也往里面搅和，这能耐得了谁？你以为你出的那些钱就能扯平我们俩的关系？我受的伤害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两个人怎么进去的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他们手里有枪，我就吓得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人质在里面，咱不能硬来。他还没有发现我们外面的情况，叫我们的同志注意隐蔽，找机会下手。明白。你是怎么出来的？从窗户爬出来的。哪个窗户？厕所的窗户。何队，刚才我们截住了一个给徐明家送餐的。送餐的？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路口。走，去看。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去拿件衣服给他。谁呀？哦，给您送外卖的。你先翻门口吧。啊。哦，还得麻烦您签个字。谢谢。
东西都没有带走，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不行，我感觉好像要出什么事情。要不我过去把他做了。放下！听着没？扔！别动！姐，你快出来！都别管！听到没有？王不对，让开！跟我出去！出去！老子把你崩了！撤！快点！出去！出去！不然老子崩了他！知道没有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，不要做无谓的反抗，这样对你只会越来越不利。你们给老子闭嘴！出去！出去！快！都给我让开！你们在干什么？